已经看好牙齿了，玩一会儿吃个饭，然后回家，回娘家。今天回娘家。妈妈。哎，妈妈在你后面。这个话题太小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这什么行？按不了。这个布景还挺好看的。嗯，按不了。原相机拍摄哈，看一下状态还可以吧，脸也是没有涂底妆的，这个光线还可以。我的牙齿呢已经开始缩牙缝了，关牙缝了，医生说正常的话三四个月就是可以关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下牙套了。这样子灯光好一点，你来滑呀。滑吧，滑下来。拍摄一下啊，这里的母婴室，母婴室还挺不错的，还蛮大的，有这个恒温水。对吧，安全的恒温水，净水，然后这边恒温，还有热奶器啊，还有可以洗屁屁，还可以称重量哦，称重量，然后换尿不湿的地方，还有婴儿床可以睡觉，多好，还可以坐在沙发上。哎，这个设施还是挺好的。接下来洗手床。你不可以这样的。酷不酷，小小你看跟哥哥的一模一样，哎，哦，一模一样，都是小超人。可以变身吗？可以可以变身。咦，好酷哦。老哥，这个手表可以变身。我是手表里面，我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妈妈看一眼。奥特曼手表。嗯，开心、嗯、就可以变身哦。嗯，球球要喂鱼了是不是？嗯，不要在这里丢水，我们到这边来喂，我们到这边喂。妈妈加给你，妈妈弄给你，给你来喂鱼吧。哟，嘿嘿，好玩吗？嗯。说鱼儿、啊、鱼儿、啊、快来吃吧，快来吃啦，吃饭饭啦。给你看，人家喂鱼想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包包包包。嗯，这个是我们没吃完但是已经干掉的馒头，不能这样子，危险，那个动作不可以哦。哦，这些鱼好疯狂啊，不能过去，自己不是看不到，你不要过去做危险的动作，你要不要喂嘛？丢远一点。
哇哦，哇哦，哎呦，亲嘴了，亲嘴了。对你不要那样子，不要靠到外面呐、啊，正常一点好不好？这是塑料袋，不要了。给你。给你。喏。太大了，你会一整颗都丢进去的。妈妈给你用一小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你要去哪里？不要走那么远，过来喂。鱼都跑过来了，过来，到这边来，快来。好多鱼，对不对？不要靠在这个铁链上，危险！不要靠。这些鱼好大好肥哦，小心一点，你不要靠在上面，你往后退一点行不行啊？每次都喜欢靠在铁链上。就站在铁链边边就好了，你不要一直要想要靠在它上面，你以为铁链很安全。给你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呜呼，翅膀，没有了，妈妈没有了，丢啊，去喂啊，喂鱼啊。喂啊。你要不喂的话就走了，所以拽着干嘛？不吃，这个是喂鱼的，已经干巴了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给鱼吃的。咦，你看你的鱼这么多，又大又肥。喷泉开。骑上你的小车车，我们去公园。靠边停，靠边停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那你就不要动。对，不要动。好，走。现在这个上坡没压力了，不能往后倒啊，往后倒很容易摔跤。看前面，眼睛要看前面。风景是挺美的，这是蚊子多。走呀。
学学你好快哦。那你在洒水浇花，对不对？哎，在洒水呢，在浇花，对，在浇花浇草，走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